Snowball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.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, you can call them in the freeze.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, 希望听到你说嗨，拉上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。窗边等待相聚了下课铃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吃吃草莓冰淇淋。准备好了吗？爱馈赠的情卡，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。本来是有机会的，但是你输了，你不能总是活在过去。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Yeah， 此刻我独领风骚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，敲打一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。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，让我找到第30罐的凤梨罐头。如果鸡也是一个罐头的话，我希望这个罐头不会过期。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，我希望它是罐头。